请您先在 OneShare 官网或到您网站的管理后台系统管理设定 FTP 上传影片中下载 UL 软体，点选下载 macOS 版 UL， 进入 App Store 下载，开启 UL 软体后输入您的网址及 FTP 账号密码，建议用打字输入，避免复制贴上时有空格出现，检查是否有错误并按下测试连线，接着到远端主机，按左下角资料夹图示选择您的课程影片资料夹，因为 macOS 系统权限的关系，您的课程影片资料夹要放在本机使用者里面哦。接着打开您的资料夹，将整个课程资料夹拖曳至上方，就可以开始上传咯。您可以同时查看档案大小、上传百分比等资讯，这样影片就上传完成咯。